大协从军。之行安将乱，此日真造神意不成有为，是不知策马哪条？你藏着副公子，算在蔡少兵，应验一阵，万事无策谋。傅红与蔡少兵二人团狼阴谋，鱼肉百姓，将乱民怨沸腾。下官安理验证，也是他二人才有名的，真算是应验一成。你可知父王蔡少兵二人乃是朝中大臣之策？下官岂能不知？那吴红是吴王爷的公子，蔡少兵就是你雷俊臣，雷大人的与吴东母兄弟。好，可你来生一次，生我兄弟，万不从生，早来。谢从军，你好大的胆！吾儿吾翁乃当今圣上的血脉，也是你当得的吗？皇子万发与使命同策，下官奉圣上可以，凡与将专命的御守百姓者，虽好门规气也不宽待。难道吴王爷也不知吗？好一张逆贼，谢从军，不枉他等。你与太傅非水归军，反击七丈，万贯将平。宿醉百姓，被澳门卷归青钻殿的流离失所，无家可归，都到望太傅。下官派人到太傅劝说百姓回乡耕种，真是给这太傅非可没法。
你派袁英杰到台务，与非受李德才规矩，不成为犯，又是什么？讲。请问吴王爷，苏州太守吴正安可是凌晨？真是本王凌晨。他人苏州太守可是王爷监军？真是本王监军，怎样？此番袁英杰去往太武，乃是吴王爷临阵引领先去，难道吴太守他也勾结匪寇，没翻不成吗？不过，谢从军，你通匪没翻，万贯定朝王爷，不用他应，料你不早。来呀，有将谢成谢故吴愿女登天，愿去但官封王在此，这些举动将我不会上来。且慢，只怕你这些苦音将我不得，唯有假你不得。雷大人难道忘了，本愿乃是圣上钦点的。江暖心安，清查大臣。父王爷此次亲临江暖，却未受教你的上方宝剑，赐得你的心安于此。这，真不见圣上旨意。哼，王爷奉与圣上命谕，哪里用你分辨？来呀，有。将他带下去，用功应。谢宗军昏过去了，将他冷水泼醒，押了上来。是。谢从军，我劝你速速早成，免得皮肉受苦。来，君臣呐、啊！要我谢从军早成美犯，这非是乾坤倒转，色差西沙。本师自奉命立印以来，多少真正铁汉也难道成我的身上，何况是你？呸！托
红飞美饭店，真是你们这些后贵扬名的奸臣！你们，且居高位，当揽大权，欺上瞒下，狼狈为奸！你们，勾结匪徒，污言亮说，高升家臣，八升妻妾，破人家园，灭成九族，这哪等？他当江山，天怒圣冤，继续降乱，冤鬼反清。我谢从军，为太后陛下踏堂证明，自建宁参政人清军参兵民愤，赴汤蹈火，随时。父恨啊！将谢宗居压下去，这四师爷的心意愿为代过。
人间天堂真多，宿醉百姓最熬煎。管他什么女的马面，叶从军，你小小年纪何必如此自由？你是造成通匪谋反，我还可以免你一死。呸！便离开我也要与奸贼。
我是为他奉承家里家，十指房良心折磨生于口啊，谁与之我凤凰下也为配
我心老急，这观点乃是成家物，我宁可我死自保。快打开！
雷老，我们这带上我们的孩子要紧，离开这磨坊，离开这心酸，这天算了。你好像玉华要死，死不相瞒，十三年前我已奉旨辞了。
不讲公明吧，还要就掌柜不去了。好呀。
重新参量大事，你岳母在看谁？谁怎么样？谁被女改嫁？沈思娟，我替他从一不从，你气宁死不从，他在对家死了。什么？你气对家死了？问苍天，你何作此功？娘子啊，直到夫妻去京都，谁知你心？
Oh!